对啊，来帮你们剪头发啊。是我遥不可及的梦想。遥不可及梦想，因为看到姐姐吗？不是，看到明星。看到明星哦。我已经把机制，你们出一集，我就看一集，全部追完。真的哦。哎，你刘海好长哦。剪一样的，剪一样的，剪一样吗？嗯，跟他剪，我要跟他剪一样，因为他是我的，他对不对？啊，真的，可是会有点短哦，他剪的有点多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真的会很短哦。没关系啦，跟我一样就好，他不后悔。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哎，对不对？而且以前我们一直爱吵架，然后就你们两个很短哦。我们以前在他吵架，然后我没练剑，结果有时候不会啦，很可爱，真的。嗯，你知道你的头发发质很好吗？知道啊。你要剪到肩膀是不是？那我们剪大概这样子，这样子会太多吗？这样子不会太多。哇，好果断。来，你抬头。你哭了？没有吧？我根本就没有哭。怎么样？没哭啦。那我看他，很可爱吧？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啦！真的啦！好了。把刘海这样跟我一样。好，那我这样。对，很可爱啦。是五星级理发师。你说我们了？没有，我们是刚学而已。对啊。你觉得嘞？姐姐让我们做假，做假，你看真的啊？那么多妈妈帮你剪哦。其实我听了蛮感动的，是父母亲自己就理发师，然后他从小的头都是妈妈帮他剪的，然后对他们来说，可能是会 touch 到他们的一个点，可能是想到妈妈，因为我们知道这边的父母亲其实都要去外地工作，然后小孩都是跟隔代在这边，然后来教养，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很想他们自己的父母亲。嗯，想知道我在营业中二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？快来订阅来吧营业中官方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。